Hello， 大宝，怎么能刚才封号了？就是有人问我活动那个问题吗？就是以后有活动我会提前通知，没有活动了就是没有活动了，封号了啊，封号了，停播一天，今天播不了了，得明天播。吃个老婆饺，老婆饺加春饼里头。哎呀，我这个心呢，八凉稀碎的，稀碎八凉的。老婆脚夹春饼，谁这么吃过？奢不奢侈？